有机会不是一回合了，怎么说，考验我实力的时候到了，人品剑法给我打七刀，一刀一万六，两刀一万四，我操，真他妈傻逼，就砍了两刀，三刀估计他都没了，黑暗了，我哭了啊，完了，这回傻逼了，这好像有点傻逼，他这个血怪刷了个满怪啊，坤好像打不死，来看我天命剑法，一刀六千八，一刀三万，滚，就这小怪飞，漂亮，一回合牛逼，又是个血鬼，又能证明我的实力了，遇到血鬼我就兴奋啊，最考验实力的鬼，天命剑法，一刀七千三，一刀六千九，一刀六千九，一刀六千九，一刀七千五，五刀没死，一刀没暴毙，我操，兄弟们这运气不好啊，不是一千三吗，怎么还加七百，七百是第一轮开的，这轮就是一千三啊，尴尬啊，残忍，五刀没暴毙，25%的几率啊，这几率西游确实好玩啊，全是几率，棒，最后一个鬼感受一下天命剑法的威力吧，兄弟们，梦幻西游超强任务力武装一回合解决血鬼，第一刀6500，第二刀暴毙13000，暴毙14000，第四刀26000，拜拜啊，好，血鬼一回合带血号 OK 结束了啊。